大家好，我是 Irene，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快速简单的肉酱意大利面。我们今天就是用便利商店、超市都可以买到的肉酱，直接放下去。所以这个都调好料，我们就不用再花时间去调料，稍微拌炒让它这个油融化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加油。稍微拌炒，让洋葱的香味出来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关小火，或者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焦。如果家里有新鲜番茄，可以切成丁，丢着一起拌炒会更香。加入 cheese 之后，就会让它里面比较这个浓浓的这个 cheese 香味，吃起来会比较有层次感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肉酱淋在我们的意大利面，然后这次我选用的是天使面，因为它比较好煮。所以我们今天很轻松的就完成了我们这道肉酱意大利面，在家都可以试试看。